未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，前面快閘咧有紅龍啦，咁啊同埋呢只威震天啊，再喺內欄嗰邊咧，咁啊仲有呢只龍城猛將喎，外邊紅衫黃帽啊，上袍福滿啦，中檔位置美麗天使第六位紅衫黃帽鑽色神聖啊，內欄位置紫色衫後邊嗰只咧就皮具之星啦，中檔日日靚啦，響出邊咧就係呢只加喜王大約咧就尾六外邊啊，咁啊內欄尾五啦，粉紅衫藍眼罩翡翠福星啊，再喺外邊月木星光佢尾四喎，尾三灰馬藍裝瑞寶，咁啊赤火神龍屬響尾。包咗落尾嘅马咧，就系嗰只荣冠大道嚟噶。跑对面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威震天就大放啦，跟住响第二位咧，咁啊就系嗰只红龙啊，美丽天使第三，加喜旺咧，咁啊外边走咗上去添，咁啊再内栏第五位啦，仲有龙城猛将中档第六上蒲福满，出边月木星光啊，后啲嘅马啦，内栏咧咁啊紫色衫咧，咁啊大约尾六到啦，仲有呢只皮具之星中间钻色神圣啊，响出边日日靓啊，尾四粉红衫就系翡翠福星啊，好似一路 mark 住佢，蓝装瑞宝啊，响佢出边啊，后边两只咁啊荣冠大道啊红眼。罩嘅出边嗰只尾二咧，就系嗰只咧，咁啊就系后备补上嗰只赤火神龙啊。好啦，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马咧，依然系嗰只威震天啊。咁啊，加喜旺啊，用咗个段噶啦，埋边红龙第三位，美丽天使攞出嚟，中档龙城猛将啊，再内栏皮具之星咧，入边稳位追咧，仲有翡翠福星大我当蓝装瑞宝亦都上紧嚟，马林中间日日靓啊，最后百零米，威震天仲系占先一个零身位啊，外边蓝装瑞宝上紧嚟啊，中间位置仲有加喜旺，翡翠福星。入边上紧，接近终点，威震天赢啊！跑第二名就蓝装瑞宝，第三名咧有加喜旺同埋冲得最劲嘅翡翠福星啊！要影相啊！咁啊都冇咩特别插旗之事，第一样出闸一定要快，就摆咗喺前面走，坐稳一放到底啊！威震天跑第二名蓝装瑞宝啊，第三名加喜旺仲系占先噶，翡翠福星冲上嚟，两匹马要影相。姚本辉啊赢住吕建威啊，威震天。一放到底，蓝装瑞宝只系跑个第二、第三，睇下入边叮唔叮到入去啦。有喎、啊。